害我又被卡住了。这个假的 JJ 还是假的丁丁啊？你比较假，很难说啊。那阿明现在就等等菜啊，别急，这游戏一定能玩的。机智玩家有半个同框了啊！机智玩，半个同框不是一个人，只要随便挖几个就有了吧？哎、欸，你这样真的在二次伤害他。这挖几个队友们出去随便挖几个队友，一天保底都是100个的。真的，一天。八个，你洗的清，你洗的别啊，别那个。乱讲。把一台脚踏车勉强做出来吧，大概。大凯不带，现在游戏开不了，他很不好。开还是开不了，没问题呀、啊，开不了，嘿嘿嘿，还是开不了，吓死我了，嘿嘿，还是开不了，哎呀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嘿嘿。大凯，你不要开心的太早，现在才12:30，通常都是要玩到3点的，你还有3个小时，最近还有3个小时可以。不需要啦，既然玩不了，大家就不要这样子强硬的要玩啊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自己听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还要我再说一次吗？不需要啦，不需要啦，大家何必呢？玩不了，大家各自解散，很棒啊，对不对？很棒啊，不需要啦。那是，你笑个安尼成哪？你是大家歹意啊？乱讲！成哪？笑个安尼？加油，阿强！大凯，快帮阿强加油！阿强，你呢？不知道为什么阿强只能开一只一啊，就开不了刚刚那个档啊，很奇怪啊。所以现在是你不是说档案没事，你怎么现在又说开不了一只一？开不了。不是他读这个档，他读这个档之后，他会卡在读取画面啊，很奇怪啊。但从他蛋脑，我刚刚的蘑菇啊，秒啊，都没啦。还是今天你阿强那台电脑，你让他那个。就是修复一下，它不是游戏可以修复吗？修复那个档案，那个一般都没有用啊。没有用吗？那个通常都是没什么用的、啊。看起来是那个他那个伺服器有问题啊，这个要搞很久啊。这个我决定直接使用跟前面的档案了，可能刚刚的档案又有什么问题吧。你的意思是我又要从冷冻舱出来的意思？不一定。前面的档案是从头吗？我刚刚我又知道是今天到底要从冷冻舱出来几次啊？对。不会啦，我相信你不会从冷冻舱出来的。啊，等下记得再帮我踹那一脚。嗯。我跟你配合一波，再配合一波。又是一场梦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，要踹谁？踹一生之，一生之爱。啊，太奇怪，这些人都怪怪的。米鲁，你会开唱歌台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唱歌。不会？嗯，变成我真的不会。你唱歌很好听哎。没有，我不会。你误会了，那个是假的。我来查一下。对，查一下是不是啊？你一定要看一下，你一定要看一下。哇，我看完之后，我已经他是他的小粉丝。很好听哦。千本一完整版吗？其实我没有欠你啊。
哇，好好听！哎呦，偶像，他可是偶像啊！大概还有这个 iPhone，、这个、你懂不懂？这个是吧？这个是什么？三 D 的时候，他三 D 的时候唱的，我看一下。优秀啊，优秀啊！哪里啊？哪一首？还是哪一首？不是有演唱会吗？他有个三 D 的啊！演唱会一定要给阿丁。有个三 D Live 的，一年前的是这个吗？三 D Live 的我没看过。你打你打你打，因为咪鲁唱歌，我就会找到了。他什么咪鲁唱歌三 D 的？那是啥呀、啊？咪鲁会唱歌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咪鲁竟然会唱歌哦！太神奇了。太神奇了。谁啊？没有没有。你看下面啊，你再往下滑就看那个3D 的那个。哦，是他人在画面的左边嘛，一开始。对对对，那个3D 的。哦。姐姐还没有开好吗？姐姐哦，弟弟还没有开好吗？姐姐哦，弟弟还没有开好吗？哦，弟弟哦。爱黑的意思快被发光了，他有唱这个哎、欸，很好听哎、欸。想办法处理这个 NOTD 的问题。哎呀，这样有唱这个哎、欸，北村家里的猫哎、欸，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、欸。那你喜不喜欢听新演员的歌？大凯。好了啦，这个什么，这个 Vinu 的 channel 他怕是先按剪辑吧，靠一下。你说有猫你就想听啊？哎，先检举啦，没关系啦，快检举，检举完咪鲁再检举鸡排啦，没关系啦，这些人太低，我都记住了啦，没关系啦。为什么？全部都检举啦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就送你下去啊。你是猫派还是狗派？哈哈，一定是猫派的啊。好，没关系啦，大家继续这样。谁呀？就不要没那个检举的。你也是米鲁，没事啊，你也是狗派的、啊，你也是狗派的、啊，大家这样啊，大家这样子啊，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，各位，要这样互相这边走，互相钓鱼啊，不需要啦。哎呀，现在开心的时刻不是不用玩了吗？开心现在听个米鲁唱歌很好啊，怎么了？米鲁唱歌好，对啊。教你怎么教他，这样他就可以唱更多的歌了，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试试 AI 阿丁的专属天使？有新版的，真假有新版的、哦？还有分版本呢、哦？真假有新版本吗？有新版本。那频道还没下去啊？那频道哪有那么容易下去？奇怪。如果咪鲁的声音唱专属天使。专属大便啊，专属天使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呀、欸！直接开始了，死掉屁都给他拿出来了，有哎、欸，有有有。完了，桌子又要受伤了，桌子又要减一减一了。啊！嘣嘣嘣嘣嘣嘣嘣！不能一直敲啊！对啊，扁狗图刷起来啊！啊，现在就是游戏开不起来，他不能扁狗，他很急啊！他就是要等游戏开起来要扁狗、啊。你们有病是不是呀、啊？不错啊，我一定让你今天能扁得到狗啊，不用担心啊。不需要啦，不需要啦，不需要也不用啦，今天没办法就没关系的，大家休息休息一下。要的狗一定有。大家冷静一点，我们焦点还是放在 NOTD 这款好玩的游戏上面，怎么样？完全没错，我只跟你说，假赛啦！我那是猫啊，你是哈啊？是猫？我都很像。没有，你那是猫，你的耳朵就长这样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柴犬的耳朵跟你的耳朵很像啊，这是赤柴，对不对？哦，
原来你一开始造型就是狗的造型哦。我一直以为是狗，哎，是猫。我也是猫族的。你们有病吧？你们才是狗吧？你们都是狗哦。我真的误会了，看了一眼才知道原来是狗啊，啊不是啊，是猫啊。你是臭。乱讲，是猫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 Google 一下，我怕你们骗人啊！我确定一下。让我来看看创造伺服器。创造伺服器是要从一至一开始吗？他如果再也没有办法载入从一至一开始，哇！哇哦！啊哇哦！哦哇哦！不可能！我相信他一定可以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嗯？啊？哦，对了，妮子，你不是说狗吗？哎，我倒是真的有一个狗的皮耶。真假的？你现在给你看。好，我再看。我想一下，是黑彩的皮吗？当然不是。我把丢了，等一下啊。狗皮被你弄不见了。丁义的狗皮啊？不是，谁？你的狗给丁义用哦。乱讲！要把皮还你？没有，冷静。有哎、欸，被听出来了、欸，你自己听出来了，哎呦，厉害哦、喔！敲敲打打，有欸、感觉是在打字哦、喔。哎，有哎、欸，你这个听的敏锐哦，有哎、欸。我的皮呢？我的皮呢？我那个超帅的皮呢？我丢哪了？嗯，还是 YT 有吗？你有？哦 ，YT 应该有。我找一下。皮不见了。皮不见了是有点严重吗？嗯。快点，有没有人可以支援我的狗皮？我那只狗呢？不是。没有，别提到，千万别提到。有狗皮的不就丁义而已吗？这有点卡的。聊天室救救我！快点，聊天室。啊？哎，我看那个，不是这个。这个是黑色的，哎，这是黑色的，但不是我的。我的是吉娃娃，不是一种狗，是一种狗。吉娃娃哦，确实蛮像，像疯子。我的吉娃娃呢？那丢的都是一个比较黑色头发的。有人丢丁义的退去连接，超可能接对吧？进去然后超小，黑色的吗？不是黑色的，就是一只啊！有了，找到了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你指阿鬼宝宝贴的那个，你拉到中间前面，哎，43秒的时候就有。哦，好丑哦！狗皮。哎，这个很适合你耶，是吧？很适合 NOTD 的你。哎，干嘛呀？你玩 NOTD 应该要切这个皮。NOTD 启动，加油，阿强！ NOTD 回来了，我还在帮阿强加油。OK。医生，阿强已经进加护病房了，生命垂危，建议拔管了。我建议。嗯，看起来是没救了，他又断脉了。你谁？那你的这个皮呢？这个皮你喜欢吗？我觉得超可爱的。你说阿伟皮吗？不是，我现在的直播的这个。现在直播的，现在直播，哈哈哈哈，这怎么跟淡水有种很像的感觉啊？他学我的哦，这个也淡水抄袭别人啊，这么扯啊？哈？淡水吗？谁骑谁？哈？刚姐姐断麦，刚断麦哦，好狠！这个也不错，但我觉得玩 NOTD 要那个激娃娃的。可是那个你现在还能用吗？你说那个激娃娃？对啊，那皮是找不到。我现在找不到，我要等我恢复起床再叫他把它丢掉。想起来还有那个皮，你们没说我还都忘了。那个皮会比一般正常的皮还要贵吗？那个就是用一张照片，然后用奈弗迪拉他的眼睛的样子，感觉很快呢。你呀，我可以帮你做一个。我不用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我用不到。有一天可以用的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你们怎么有这张图啊？你们怎么有这张图？这其实应该要用成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会亮的秘鲁的头贴。这是 PNG 吧？这是 PNG 啊。拜托阿强，我记得了吧？看来是没忘了。完全听出来的，完全没忘。不好说，修不了一点呢、啊。不是你连那个，你连讲话那个断麦，你还想要有忘哦？可是他那个断麦，应该是因为他离那个比较远。我离阿强，哦，比较近。阿强身边，所以会比较断。原来如此啊！阿米鲁，你那张图片我送给大凯吗？有，但是他不理我。好啊。没有用，完全没用，淘汰。我画得很好呢。淘汰。我画得很好。好啊。你画的这个，我只能说，你没被我600，我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。不知道是怎样啊？这个是怎样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放，神经病！很恐怖，这画的很恐怖。而且姜还不会写。没错，还写注音，不知道怎样，还写注音。
可能放。为什么会这样，阿强，阿强？这可以出周边吗？你们可以拿去做啊。做这个、哦，我做出赖贴图啊、哦！你这张让我去做赖贴图好了。然后先出赖贴图，就削一笔啦。搞图也发一下，不用吧？要连线，我也不知道今天连线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怎么大家一直断啊？很怪啊！还是真的是台风的关系？台风。哎，大凯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台风又要来一个了。哎呀，真的？嗯，又要来一个了。哎，查一下，查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好消息太晚说了，是吧？哎哎，看一下啦，新的台风行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下周又来了。没错了，又准备来了，看一下。竟然有台风哦！啊，下个礼拜几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看错了，这个是这个，现在这个，看一下。这不是已经走了？你让大凯白开心一场了。哎呀，在哪里啊？没找到啊！哎呀，还有哪里啊？这是个台风。连放三天加休这个周休的日、欸，连放五天哎、欸，从来没遇过这种的、欸。有放那么多吗？我们那边有啊。好奇。哦，下礼拜一二说下一个台风哎、欸，好像是下礼拜一二可能会靠近台湾。对啊，真的啊，新闻在哪里？贴一下。嗯，新闻，你们用吧，你们用吧，你们自己截好吧，你们自己截，不客气了，送你们的。可以、啊。嗯，好长哦，拍水。大凯，这个我画的很用心的，我还帮他画示范，什么叫做潦草啊？示范。不需要这么认真呐、啊。还是要丢 DC？ 档案是不是啊？丢 DC 看看好了 ，DC 可以丢吧？丢 DC， 我丢在接接的那个聊天室也不行。你看那个是咪咪咪。啊、那里不能丢、啊哦嗯，我们看是明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是啊、哦，啊，好酷、哦！哎呀 ，DC 的话，就在一般这边的频道啊。没错。没有。这应该是今天的新闻，它是27号。哎。哦不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你好像也不用出门喽，可以待在家里玩 NOTD 喽。可是我二号回来的话，应该还好吧？哦，你怕那个飞机延误？对呀、啊。我没事啊，在那边待久一点啊，待两个月啊，有什么了？怎么会？办法玩到最好玩的 NOTD， 我怕你们会寂寞。不可能，我一定会用油的回来。修好了，修好了。啊啊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太神了！怎么我关麦了，我关麦了，再见。大开，很难过啊、哦。要不见了。来，我要开房了，我要开房了，我修好了，我修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修好了。这是我。这么多个礼拜以来，听到大凯讲最多话的一次。可是他等一下又要不讲话了。OK。太好了，阿强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啊。是刚刚的档案，他可以读、哦。嗯，没错。哇哦。我房名55668，密码5566。我只能说，有时候这么的神奇，他就是会突然的好了。大的 JJ， 大的 JJ 天使狗大战豺狼吗？
也看到冷冻机还有什么错？这保美是是观众？谁呀？这些粉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小了，就已经五六八八，很奇怪。是什么？五六六八，看不到房间啦、啊，好危险，差点又被骗了。那、啊、你被卡住了。房间是尬的姐姐、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不是、啊，那个是尬的钉钉啊，不能进错啊。我有看到那个钉钉。五五六六八还没出来。小心哦！五五六六八还没出来啊？嗯。五五六六八不是五五六八八哦。五五六六八，两个五，两个六。五五六六八，这是房名。嗯。没找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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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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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阿强，快点！有一个五五六六是假的，五五六六是真的。五五六六是假的，啊？五五六六密码，五五六六开了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说五五六六吗？是啊，房间名到底是什么、啊？五五六六啦。五六六。你很贱的。密码还是五五六六。哎呀，就、啊、这次好快啊！哎、欸，你那、啊、你正在胡，你正在哎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、啊。那你就说五五六六八，怎么现在又变五五六六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他突然修好了，我只能说这个老天有眼啊，感谢大凯啊。现在哪里？干，就真的又在刚刚开始，操！要提到我。又在放假消息啊，这。不要提到我。又在放假消息。真的是老天有眼啊。不是啊，我怎么又从冷冻出来了？哇，两拳了，哎，两拳了，回来了，哎，我又从冷冻上出来了，阿贼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有空投，有空投，你走开啦！你走开啦！我不要，来，那还是败了。失败，没完成任务了。我这一脚踢完没踢到就要走了。档案又从冷冻出来啊！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刚刚那个档案一定是有人做了什么怪事情，它才会坏掉的、啊。你好看，好帅呀！你还喘啊？别得意，你还会撞到树。很卡呀。造一个床，快点去挖你的铜矿啦！不是啊，我现在我就算12点挖，我都可以挖8。屁啦，不可能哦！真的，你赶快去挖。OK， 开始运转。你应该快。不是有10个订阅说不打的吗？啊！不是啊，不打你，你要打我，你疯了！啊，给我！去挖矿吧你！
有武器，一个武器就好。哎、欸，你们记得真的要在外面盖床啊，不然你们飞回来那个很远啊。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，我们可以来选附近重生，有纸糊就够了，其实，所以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东西。啊！我操，有僵尸！又开始要来检修地板咯。这个，你是丢羊角锤？妈的，连看都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太熟悉了。那个空投，现在的那个红色的烟的空投是刚掉的、啊，没错。OK。哎，好近哎！可是好多、哦。那请你一定要把它捡回来。怎么又没听到肉松在转了？哎、欸，妮子，你是要去挖东西吗？我在找我的包，我放弃。那你可以过来顾一下这个吗？你做一个弓箭，然后来射它好不好？射谁？等我一下，我的包在我脸上。OK， 你找到你的包了，那很好。Yeah！用你的弓箭射那个楼下的双头僵尸，然后让他被肉松锤。楼下的双头僵尸，你要不要捡空投？带弓箭的人，你是说 ？OK， 我被丢。就是对啊 ，BOSS 房前面那个，用你就把他引到那个肉松机那里，然后让他一直转他，然后你用弓箭一直偷射他。我先赢了，你去捡吧。可以啊。肉松机在房子里。哦，看到了，应该都走了，差不多。哦，他有手枪哎！他有手枪，你蹲在第二个床的后面不会被手枪打到啊？有了，非常好。Okay。哇，这边好多铁矿哦！一二三四，为什么优百还在队伍里啊？难道是优百在作祟？啊？啊，好白痴嘞！我在家，我僵尸都没动，我还要我也要重跑，动一动作都我们重跑呀。重跑啦，放心啦，我帮你准备透懂啊。根本就无透懂。全面检修，僵尸都不动哎、欸，那就代表有人在连线。他有在动，但他没有往前动。哦，你一直射他，你一直射他。射啊！凯老师，你还活着吗？有，我在啊。嘿，怎么语气这么平淡啊？你不用担心哦，凯老师是不会死的。我已经死了。你有僵尸哦。嘿，僵尸在这边啊！你有病啊！
机决定改放这里跟这里，这样必掉下去，100%让它掉下去。没有弓箭了，没有弓箭了，直接下去捡啊！小港建设已经完全的完工了，绝对安全，人民值得信赖。It's the perfect time to be active. 哎，我听到他开枪了。有，我捡他的弓箭，捡他心脏。啊，所以你们两个捡到空头了吗？有捡到。是什么？不要跟我说是10块钱哦。没有啊，这次是金衣服、蓝手套，然后一个金纸虎、蓝铁棍。怎么可能这么烂啊？这样没什么料啊，还没看过红装。被你们两个暗砍了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只有他有摸空头，我没有摸。但你们两个现在是一组的哦。哪有？没有吧？喂？我不知道啊，欸，这一箱超多东西，超多烤蘑菇，30个烤蘑菇，欸，真假？感觉是我。欸，不是我的啊啊啊啊啊！你指这个是你的吧？30个烤蘑菇呢？我刚刚捡一个也是30个，欸，那是我的。然后有六个，那为什么我从家里出来？然后有6个烤肉的，欸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谁的？谁的？我的吧。那是我的，那是我藏在家里的。我靠，21个苹果，我觉得你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东西。我没拿。咪咪，我帮你减肥。我没拿，我真没拿，我真没拿。减肥。不是，我真没拿，我真没拿，而且真的鸡排会带很多好吃的过来啊。我猫咪就要吃饲料，吃什么肉？我辛辛苦苦打的蘑菇给你们喝，没事哦，等鸡排多，没有关系，鸡排多带一点蘑菇，干得好，我们是最棒的 team， 没有拿啦，哪有少了黄色的蘑菇，熟的被偷走了，我其实根本就没拿，你不要怪到我头上哦，我也没拿哦。我在我这不会拿，啊，我会弄给他吃啊，放心啊，他吃我的蘑菇而已啊。对啊，我不会拿，啊，我就等着吃鸡排送过来的，啊。对啊，只吃我的蘑菇啊，放心啊。第一，你要相信啊，这样干嘛？不要我拿苹果而已啊，他拿走全部的苹果啊，21个苹果啊，哇！不是啊，你其他很够了。有，我有说，我明就说，我刚明就说，啊，你有21个苹果啊，啊，你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啊，拿走。但褐色的那个烤蘑菇不是我拿的，我不知道是谁。褐色的烤蘑菇被干走好多个，没有拿，我记得加起来有30几个，哈，没有拿哦。不知道30个蘑菇啊，我打开就看到30个蘑菇啊。没有，那是红的、黄的，又有30个，总共60个。没有没有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就只有看到，我只有看到就三十个，没有，真的真的有6个褐色的。那6个褐色是？我那时候还仔细的看，我想说，嗯，30个蘑菇跟你只说的数量一致，该不会是你指的吧？没有，我的褐色的蘑菇是30几个，可是我的红的只有就10几20个，所以那个不是。所以那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。鲁咪连你那个蘑菇都拿到他身上，你只有自己拿到自己的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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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送你们交个朋友 ，OK？ 我真的没拿，我完全明白，你完全可以放心，我是100%。苹果跟蘑菇嘛，我出去挖个一轮几百个不是问题哦。我只能跟你说，蘑菇我是真没拿，苹果确实刚刚有一个人自首了。苹果我确实拿，我
有拿，我刚刚一直都在这边。那个地图显示可以见证，我一直都在这边。我有开台。对，我都在这边哦，我没有去拿箱子哦。没关系。大家都是蛋饼的好朋友。都没有拿。蘑菇而已。不上大雅，我不在意。苹果蘑菇而已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告诉你啊，那个蘑，那个吃那个苹果的就在你面前吃的、啊，他还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苹果这么多、哦，然后直接在你面前吃的。”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拿，而且我甚至不知道你的钱包在哪里。不是，我都是你买二十一的苹果，你有一堆蘑菇的那种，就会承认那个蘑菇、啊。我找回来，所以我没有去拿，你就怎么去拿？哦，你已经找回来了。是啊，我都找回来了，我没有拿。那我有点饿哎，你可以给我一点吗？不是，没有啊！我身上就一个种子，一个树叶，三把弓箭，现在还能赖到我头上哦。那你先告诉我要怎么修装备？装备要做一个维修工具才能修啊。那我直接丢掉。对啊，低等装备就直接丢掉了。妈的脸！对啊，你不是要去挖铜矿吗？今天不是说要看到什么250个铜矿？乱讲，铜矿不是我，铜矿是第一。那你要去补原木的位置啊？有啊，我在拔了嘛，拔了。180应该 OK 吧？简单啦，因为我是真真正正的伐木。我可是224哦。多屌，224多屌。你挖，你倒是挖，挖。你那天有带224个回来啊？我是看到有400多的树是吧？没有，我拆掉了。你不是叫我拆一点吗？嗯。我拆了80几个。转啊转啊转，好缺树枝，我也来伐点木吧。为什么家里会有野狼啊？好吃的、欸。你直接在这儿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野狼跑过来了。没有，因为我要做弓箭，没有用。那空投这样子不会消失的、哦。那他不。都没有消失，这个东西消失了。哎呦，我终于听到他死掉的声音了，太好了。嗯，凯老师，西吉丸，凯老师，西吉丸，起床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好、啊。僵尸纠察队。就是。那你把你包包的苹果跟那个都给我，我吃上。他的苹果早就被吃完了。他剩蘑菇，他剩蘑菇。你还不差20几个，你全部给我、啊。丁义直接把那20几个在他面前吃完哦，超夸的。那么夸张？哎，我只能说有两只跑过去找你了，你要小心。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欸、我射到鸟了。他直接吃鸟喽。野狼在那里啊！啊，鸟肉，鸟肉，鸟肉，超饿，超饿。没问题啊，等下跑给你吃啊。然后野狼下不来、啊。哎、欸，你说两只跑到我这里，是跟着跟我讲话、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我看你 ID 就在旁边。哇，身上满呢。那两只我揍过几下，就几下来。为什么我可以有这么多的羊角锤啊？到底是谁一直把羊角锤丢在地上啊？，boss， 丁义，那我不说你，你还要赖我？现在要这样？为什么又卡住了？卡住了？卡住了？不是啊，我给你啦。
我没卡。那是三个轮回啊，哭啊！这个轮回你只给我那几个蓝装进那个进装。啊，是啊。没错。那我还要给你一个那个空投啊。有啊，但羊角锤。那就不是我们喽。鸡排，你可不可以帮忙？要干嘛？好，我的包就这样下去了。我们有只狼啊，我们射狼啊。好啊，我帮你引他，啊，你射他。打狗，我立回。来，他咬我啊！你打他。啊。你走，我下去，你先别站这里。哦。哎，他们来了，可以，你可以开始射了。有僵尸来了，鸡排。完了！你前进一点射那个大只的可以上来。我可以立回他们，你倒是攻击呀、啊！您是不是可以格斗？但 FPS 不太准啊。可以，快，他就蛮快死了，狼死了，啊、我来挖了。不是僵尸，喂。一大只的。这个我们过去会被打到吗？没事。会。但反正你的包会掉在这上面。好吧，我引走吧，你把肉带走吧。我把肉带走了。肉给阿杰吃。快，我要吃肉，他来了，射他的头。为什么呀？放心啦、啊，我等下再补你一个嘛，先给阿杰吃啊，他肚子饿啊。OK。快饿死啦，我是真的快饿死啦。而且为什么家里一直有狼在叫啊？超奇怪的。真的？哎，你后退一点啊！你到这里，然后这里射他，不然他不会被那个锤子打到。那是谁啊？这是我的伙伴。我这样要怎么？对，你这个姿势对了，对了。这样要怎么填？150。这三个太白痴了，受不了。150就好了，不要太勉强。你没办法。怎么可能不？哎、欸，米鲁，那个装备如果已经黄色的话，就可以换掉了。黄色？你说那个绿的条变黄色的时候吗？对。然后定义都是用金色的在挖，所以它挖特别快啊。没有，我是那个、啊。你继续说、啊。我是按 C 看一下我的攻击力啊，攻击掉了。我就会换一把新的，我没有一直做金的，这金的太难。哎、欸，妮子那个没在转的时候，你记得去修理一下它、哦，我去检查一下阿强身上。哦。攻击力多少很快？就看一下最新的是多少攻。靠北，完蛋！吃到蘑菇。嗯？啊，还有一个，但我突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情。什么事情来着？应该跟妮子是有关的。什么？狼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操，他在我旁边哦。嗯。你不用理他，他进不到你那个地方，你那个地方是无敌的。是啊。我想一下，我刚刚干嘛来着？嗯。哎、欸，上厕所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咬不到我哎。哎、欸，外面还有死掉的兔子，好赚的、啊！
那我就来伐伐木吧，我感觉这边这两坨垃圾一定是伐木斧之类的，羊角锤吧，真的是垃圾。包掉在楼下不好捡，哼，决定趁现在身上空空的把这一区都收一收。狗叫，庆忌，哼，哎呦，其实子弹还不少哎、欸，虽然这个大概也是几秒就用完了。哦，我想起来啦，我要跟鲁咪说，有一个天赋点的可以加50%的伐木速度啊。丁一有点那个、啊。嗯，我不一定有点啊。我这一把未必有点。你可以去点，你们都可以去点。我这是操作啊，要怎么看、啊？要去研究所那里，就是研究台啊，家里有一个建筑物叫研究台，可以点天赋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不点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砍到220。那个差很多啊，那个是一刀下去木头直接倒啊。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哭啊，还加水啊？不是啊，你攻击过高就是直接倒啊。哦，干这狗叫。你是没看过我一拳把那个铁矿直接锤烂了？没有哎、欸，你可以表演看看吗？你可以用嘴巴挖矿，我就信。等等你就知道了。等我点出那个能力。哎、欸，拿到一个小包包，耐力恢复加5%，好爽。哦，更多的子弹！哦，更多的子弹！有了，打中校有很多子弹可以用喽。哎，妮子如果杀完了，记得再把楼下的也引上来杀，楼下大概还有2只还3只吧。好，都是双头。嗯，都是双头，一般的根本不用理。星际玩蛋卡，你们在干嘛呀？觉悟。我在挂网，大凯，你一定行啊！大凯，你不是说好要帮我们研究大炮的吗？哎、欸，僵尸，没有机会，这个世界是没有机会的。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希望的。快坏了！怎么说被偷袭的、啊？嗯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七百死了！鸡排死了！失败完了。为什么又开始有假蘑菇啊？那个我就整天都看到。不是啊，这个狗在我们家里啊，谁打得过狗啊？狗不是很软吗？摸个几下倒。他摸我一下。那你还被狗打死？你刚刚也被狗咬死啊？对啊。我刚刚一打二啊，我刚一次扁两只狗。哼，一次扁两只狗。哦，我很猛。狗把他教他，我教他做狗。他死掉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干，死阿波走开！拜托，这个野狼不要再搞了。到这里，你总跳不上来了。
鸡排支援支援支援！哎，狗跑到我们家里耶。我操！我被狗咬死啊！丁义要说出他那句名言了，来，丁义，你跟妮子说，这样可以。说你刚刚那句名言呢、啊？不知道。狗，反正你是靠背，我你不是你是老手，老手要这样跟新手计较，没有必要啊，这样。我是对你严格，我是对你有更高的期望，所以这样对你讲话的。是啊，那个狗，我只能说众生平等啊，就是这么讲。没有办法，他就是这么讲啊。那个叫众生平等狗啊。众生平等狗是吧？他不会咬谁都是以下，然后擦。哎、欸，你子有点在下面存点吗？下面旁边有床哎、欸。我被看到。地板要爆了，我要准备修地板了。哎、欸，他死掉了是不是？双头的。双头的死掉了。所以再下去引。靠你了，人类的希望。那走下去哦。鸡排有没有带好东西来？鸡排嘞？鸡排也死掉了。哇！他怎么关麦的？他应该被他老婆抓走了。刚刚有一瞬间有人很卡吗？刚刚应该有人在读取。啊，狗来了 ，OK。这游戏能不能自动的把装备帮我穿回去啊？转圈圈啊，复活不了、欸。哪里啊？嗯，怎么又卡啦？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有点卡，刚有人在读取啊。来哦，肉，打了三只鸟肉给你吃啊！注意啦！掉在楼上是不是？我丢我旁边啊，这边。可以吃鸟肉。鸟肉，三只鸟肉，赞啊！多发点木吧。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缺木头。怎么那么多狗啊？不要！冷静点，狗狗冷静啊！狗狗，你不是训犬专家吗？我现在很忙，没空。啊，干你娘！怎么是假树啊？啊，一次打三条狗，进了他的狗窝。我刚刚被喷死了那个毒液僵尸。没事，我把这个奴车开启了。我决定带。挖了四个铜矿啊，放进去了。睡哦。转了，是因为怪物太下面了。哎、欸，怪物死了、欸，睡哦，下去引。Okay. 这一包还捡不起来，也太满了吧？过来。里面是一大堆、一大堆、一大堆的弓箭。
蹦炸弹哦。现在是缺什么啊？现在缺食物跟铜吧。铜哦，铜我放四个啊，原木36个啊。那我现在要挖什么？那就继续挖铜啊，铜基本上是无限缺。这伙伴完全打不了狗。你打狗，他就会跟着你一起打狗。是，他完全打不赢狗啊。他打不赢狗。嗯。他太烂。他被扑一下就快死。你给他拿盾牌嘞。他还是打不赢。哎，我现在可以去拆电线杆吗？没有扳手啊。我们得打赢中校才有扳手。要不是我没有弓箭，这三条狗怎么嚣张？也太多铁片段了吧？哪来这么多铁片段？里面怎么有枪？枪是留给大凯的，枪好用的。嗯。啊，好用，他又射死我了。你没有躲在那个后面啊？大凯不是有在？我在枪。一枪。大凯不是有在开台吗？为什么大凯的观众可以一直来跟我告密说你在偷开脚本挂机呀？大凯有开台哦。大凯在挂机吗？怎么可能？啊？没有啊，没挂机啊，我在动啊。喂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的包掉在脸上。包滑下去了。别别别！哎哎哎，好危险哦，他在那边。没事啊，就是要、就是要把他引上来啊。他这个卡在这。哎，他在打哎、欸。他上来了吗？还没，我身上没有剑，我的包在下。我试试。巴拉呢？又卡住。没事啊，一瞬千级。我发现他就把蜡会自己再滚下去，哎，这一只为什么就是不上？砍不了树，树全部都是假的，是怎样？太生气了！这把是真树了吧？哇，这只后面有僵尸哦！莫慌，完啦！我僵王跟狼玩太久了，小心！你不是说两三下就死的东西？哇，还有三头狼在作战啊，他很卑鄙啊！这个家伙是要不要上来啊？就在楼下丢巴拉，卡在那边哦。你只去射诱他一下。我？你去他身上踹他一下。我们是要准备集合啊？啊，差不多要集合了。啊！我怎么挖到那么远？吐啊！哎、欸，啊！我的包嘞！嗯，凯老师。啊。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睡觉。你不说你有在动？有啊，运动累了睡一下啊。
包了。来来，一起射他，一起射他。哎，鸡排，楼下今天交给你看守啦。哎，没问题啊，我宰个宰个那个、啊，宰个鹿啊。呀，蘑菇，哎。哎，他上来了。嗯？什么？前进两步。你从背后踢他，把他踢上来。背后我怎么踢他背后？你跳过去，大跳。好，可以把他踹，把他踹上来。这样集合了是不是啊？差不多要集合了，你该来顾机台了。好，下去啊。眼换工，好了，典狱长，狱卒鸡排报道。典狱长，要不要吃肉？是啊，你才是典狱长啊，赶快处理这个犯人啊！啊，是我是典狱长啊，我只是狱卒啊。哎，你叫他不把他引上来吗？他就不上来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旁边有僵尸哦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上来啊。啊，你来引导他，你来引导他。还有。上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很奇怪啊，他就不上来了。好要！你要不要变变了？我要跳过去，然后爬在天花板。哈我先处理这边的僵尸。哦，他上来了！他上来了！终于啊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！就跟着我的屁股上来了，跟着我走、啊。哎呀，那你记得把楼下的全部都引上来啊！哇！我先检修地板啊，看一下，这块坏掉了。来，靠，怎么开始啊？我不知道还要跑多久，没事啊，一小段时间。该上堂的先来上堂啊。没事啊，反正我负责的是铜矿。鸡排应该会把他杀死。你还用不到。大概有带木头回来吗？没有，我死了。哦，死了。那真是相当的遗憾了。没错。那我要来分解一些树枝了。我看一下我多少。砍下去，哎，可能吧？我已经疯狂砍树了呢。一个，你有几个？鸡排他死了吗？听起来还在转，就是还没死啊，还没，他没那么快死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刀卡在他，我砍了200根，可以，那你分解个100根，分解100根没问题。我觉得加水，你说的刀卡在哪里啊？箱里啊，我又不是你，我干嘛加这个水？没必要。哎，妮子，你过来，过来顾这几台，这三台。我已经分解100根了，是，那你以后还是伐木好了，你的铜矿相当可怜。不是啊，有一些就不会出美。我可是挖了22个。你已经挖了22个？对啊，干嘛啦？22个？22个，我还没使出全力。他们现在是在。他们现在是不知道在追谁，反正大家不要站在，不要站在屋顶上。树枝放不进去。
数字放心。多做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多做啊。我盖箱子。盖箱子。要往后盖吗？往后盖会不会影响不大？不会吧？那个范围超无大。在这里盖一个专属于我维修工的小床。来终结这个恶性循环。你没把我加入团队啊，我没办法出的。把这些拔钉锤都拆掉。太好了，最好把地上的那些什么。破烂手套，没错，一把破掉的弓，六把白色的拔钉锤。我已经看到那个破烂手套超级多次了。终结这个循环。大凯来帮忙修理，来帮忙修理。哦。那妮子那个位置，你跟他一起修他那两台。不要站到陷阱上，你们不要站到陷阱上。啊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大凯飞下去了。大凯，那他踹人哦。没有，没有乱讲，完全没有。我就会弄飞下去了，是怎样？哎，检修一下地板，检修一下地板。哎，我要去检查，被推到了，那边有一台很哎，怎么？从推推机这里跳过去啊！我推推机这里，这里跳过去。我箱子嘞？很挤呢，这里很挤呢。对啊，他们不知道在盯谁，好像在盯我。我有防火墙，都不怕你们。完了，忘记先把衣服脱下。OK。要检修很难呢，你这样子一直推的。都要卡死嘞！那他们看起来没在敲地板，应该都没事啊。因为那边坏了没啥，坏了就是开的，坏了就是那里坏了而已。我们只要检修到这个断头台的这一块，为什么好像有人在飞踢我啊？你包不在这边吗？在旁边不是。目前楼梯看起来都还行，可是这个漏收机那一边的地板完全是。哇！僵尸怎么那么多啊？已经堵住了、啊。今天确实有很多钉锤的东西。有，很多光子都有。啊？我这个丢给你啊，不小心按到了啊！大海小队都按到了，怎么炸去啊？没啊，有炸、啊。你有人在踢我？没啊，没踢啊，我觉得有炸、啊。我丢一下。不行，该怎么办？把打进去。哇，断头台做他们做好久啊！哇，都僵尸！哇，好多。OK， 被僵尸运下来，不知道什么。鸡排，你那边冷静解决他们了吗？大炮冷静。有冷静。睡在城这里。他们只是在排队啊，所以他们不会乱开啊。我这边丢了，快点。
堆的僵尸啊，今天的僵尸血太厚了，没有电的伤害差有点多啊。他们在打什么？他们在打我楼下的这个地板。那时候他们根本没在动啊。地板我修了一个四十二塔，那个推推七脸上。基本上他们就是没怎么在动啊。转转转的那个按不了，那个太卡。你说转转转的地板吗？嗯、没错，那边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有狼死掉。你挖不到、啊。哎、欸，转转转这下面的地板真的是看不到，这边太卡。还有一个五仔，我先偷挖。哎，客满啦，完啦，客流量太多啦。有点想做投石机处理他们呢、欸。有没有皮啊？有没有皮啊？游客在下面不开心啦，我要用投石机啦。哇！每次投石机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只一的手啊！你想一下，不会啊，我丢完他们就把它拆掉、啊。我屠宰成功啦，你！我在这边屠宰成功了，有料哦！楼下干净了吗？这没有，那个还在打那个啊，风头啊，就说一直这样子。你说你有去里面引的、啊？有，我已经引上来了。啊啊！还没吃掉、啊。我卡到你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一片转转转的，我修到。你妈死了是不是？你再给我一次，你完蛋了，大凯。没有啦，冷静一点啦，冷静一点，你冷静啦，你冷静啦。你冷静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啦，不需要啦，冷静啦，就等一下啦，不要啦，哎呀，没有啦，我只是，我跟那个菜僵尸啊，我跟菜僵尸，刚刚菜僵尸在那里啦，真的是意外，你要信我，真的吗？你要信我，你要信我，真的，有意外啊！你怎么上来了？楼梯的都修完了，你楼梯很安全。可以可以，那些胖胖的都开始掉下去了。他们不过来，你有一个是不是这个推推会卡到？那个就是加减推啊。可是他们就变得走不过了。嗯，那家里容易失火。然后他们还是走得过来啊，家里会有一两只跑过来，就玩没有毒死的话就没事啊。Okay, okay. 就是让他迷宫窄窄的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好像可以修到。这风，这人真的像吉娃娃，哭啊！不讲话。那个死了，僵尸死了，掉了一个蓝色的毛啊！可以啊。好多的客人啊，好多好多的客人啊，你要修啊，有两台次数吗？这里不是你只在修了吗？我来修地板，我来检修地板了、啊。没事，我按呀。还有一个双头。还有一个双头引上来直接解决啊。为什么这个叉刀不会动？什么霸刀？这个叉刀不会动哎、欸、我前面这个。你前面的叉刀不会动，那你修理一下。它没有显示要修理的。哎、欸、它没有在切。为什么还没有？那个木楼梯烧起来了，下面。找射不到他，一直没有办法。那个是底座、啊。我可以修木楼梯下面。啊，木楼梯烧了，就是在那个推推机下面那个。我把它修了、我直接把它升级好了。好。就是我怕一个爆全部爆的那个。哎。他是有修到还是没修到？
这个会一个爆全都爆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就是加了那个才不会原本那个楼梯爆了，就全部爆了。哇，有修正！怎么这么硬啊，这些僵尸！还有这么多的游客要处理啊！每一次都是撞的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卡住啊？我死掉。啊，哭啊！投石机的伤害理论上是跟。跟那个转转转差不多吧，大概比它高一倍吧。欸、感觉得先加投石机、欸，先把今晚的高速清完，快一点，然后赶快转电。转转转，下面的两哦，睡袋要怎么修？睡袋烧起来了呀，弟。那、啊、睡袋烧起来了，不行吗？不能修。啊，你没有拔钉车。我拿。烧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们那边转转转，那边卡了超多客人的啦。有时候转转转，客人这么多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引流啊？哎、欸，要睡在那里溜啊！什么引流？你的路口太小了，游客排队啊！他们现在火气很大、啊，路怒症呐、啊！我来想想办法、啊。你不是说、啊、你第五天这一波要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什么？你盖，你要还要让我看你盖怎样？你盖的超大、啊，不是？我这是继承了你的遗志哦。我的意思，你这个盖的说我也没看懂要怎么修，哎，这要怎么修啊？这根本不用修啊，根本不会坏啊。是啊，重点是清好慢啊。重点是他们死不完啊。我先加盖一些投石机啊。你前面那个我就把他们推下去啊，你后面这个那个不会，你会把他们推下去是吧？啊，真假？投石机出来了。那投石机先收拾楼下那些游客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打到楼梯、啊？我去，会打到楼梯啊，但应该是不太痛啊。我看已经砸了这么多趴，楼梯还没坏啊，42%，还行，65%还行，都还行，61%还行，来哭吧，别拍死。好啦，我要让游客。增量啦，全面解放。那你看你要把路拆掉是吗？对，要拆掉那个压缩机了。我要全面解放他们。但我是觉得以他们的体型可能还是不太会进来，因为他们太胖了。那是不是连整整整都把他拆掉？主要是这些家伙太胖了。钻头台没有要多盖啊，钻头台是本来今天要转这个铁的。好啦，游客稳定的被疏散中。我觉得我去踢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鸡排，你那边清完叫我们了、啊，我们赶快打中校，然后全部升级点的。前进。好，我在引他、啊。那里卡了一坨白僵尸跟屠夫还有狗匪啊，是啊，他们开始爆炸了，我就装子弹了。爆炸代表那边地板危险啦，要 check 一下。我顺便去 check 那个地板啦、啊。哦对哦，你们不要站在陷阱上啊，站在陷阱上那个怪就不想走了，你们要记得站在家里附近啊。
各位游客请上来，楼梯看起来都很安全，有疏散了一点，楼梯都很安全、地板开始爆了，没事啊，那个爆一下10%不到吧。开始有点阿瘸在爬啦，有人在丢炸弹哦，投石机啊，下面 有人在丢炸弹耶、这也不是我的，那是我投石机，这一波子弹用完应该差不多了，你的吗？可是他的骷髅头是我呢，是吗？我看来一大堆阿普利安这个陷阱怎么都没在动，一个是我的，补充啦，我在补充啦。哎、欸，你不知道这三台吗？嗯，我看到。哎、我怎么问错了？对啊，我在用啊，刚刚有用啊，没有。啊，没事，我来补这边的，你去补那边的。不好意思。哎、我怎么动不了、啊？动不了吗？时间暂停了吗？哎、有一个石楼梯。石楼梯爆了吗？没有，修好。剩一些狗匪啊，狗匪白箱屠那个屠夫版，我突然又被狗，有一个65今天的僵尸硬很多，主要多了那个红色的狗匪，东西很硬，谢喽。你可以捡那边的那个，是应该也有两个。哎、我卡住了。你看怎么会有人想去操你妈？两鸡排最后一只死了没？好，我去修。修还没啊？你想办法把椅子上来。有哎，狮子丸被追了。这样，他说你后面跟着一坨，有真的，超多，原地自杀。今天打完宗教就会有电啦、啊，有电的攻击力是2倍以上啊，就差多了。是啊，重点是，这一批游客得先清理干净。这一批清太久。要上来喽！8点了、啊，还有一堆壮汉。你可以去帮，我去帮金牌那边加速、啊，都是你的东西，真的、啊。那个加入，完美继承嘛。这怎么还有？上来，要转我修了。最后一批喽！最后一批喽！往前，不要砍那个。阿雀回流了。今天宗教是一定打得死的。啊？大海，你去帮忙打宗教那边吧。帮支援一下鸡排。支援一下，他不攻我的屁股走啊！还要支援一下，我怎么跟他赛跑、啊，拉上自己的屁股走啊？不理我、啊，上来！被卡住了。这头台那也都是一样的，都只是他们太硬了。睡袋烧起来！要帮修，要帮修。我来处理睡袋。大海，你那边剩几只啊？几百个大海那边剩几只？剩一只而已啊！他飞机不上来啊！他快上来，快上来！
低啊，我们的 TT 盖得很漂亮啊，敌人上不来啊，只是他们也死不了啊，就赢了。哎，他们的包怎么不见了？烧起来呀！呢，我操！哎，我的包呢？你的包在哪呢？包会在哪呢？我没拿哦。我懂了，我已经懂了。无需多言。你要感恩天使了是吧？完全明白。哎，忘杰秀一下这个床哦，你有踩那个锤子吧？有，我在修，就是我刚被复活的你卡住了。哦。没事，我应该可以修到。最后的一批客人了，大家准备好武器，要来去。没有修到。十点，还险呢。啊！别过！哎，他好没！哎，不是，哦，我的天，你刚好死在我脸上，然后我要修那楼梯，按到 T 了。哎，捡到了。我不要打开宝宝，想要试转。我不知道。推推击到以后。想要试转，你要警盾跟警棍。哼，你说呢？哇，这里面怎么有六根羊角锤啊？而且他还把我的蘑菇都拿走了，夸张。没事，换。他只要他。他等下就会说：“哎，那蘑菇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是我的。”哎，僵尸曝光了，僵尸曝光了。哎，我丢给你，丢给你。哎，音乐没了，终于，走吧，推东掉了。哎，我死了，我又死了。没事，我帮你丢在这个地上，你等下复活就可以过来捡了。大家伙伴拉一拉，装备给一给，准备教训中校了，然后赶快让丁一去弄电哦。啊，完了，那我就警棍先加警棍好了。我也可以给你一个紫虎，快点，紫虎。紫虎哦，不然我点不完。警棍不是比较强吗？哎，留一个人检修地板吧，丁一，你把全部地板检修完，你再下来吧。哦，好啊。你就拿着那个锤子逛一圈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他转了一个晚上，还是长这样啊？怎么还活着啊？转了他快二十个小时喽。为什么大凯不在这里啊？大凯嘞？我立马大凯叫过去了。大凯不是要来打中校吗？有啊，全都打中校。对对对，你随便做个武器啊。全部都有80%以上，很放心哦。带你去做一根铁管也好。铁管或弓箭。或长矛。做得了吗？长毛，看你们做不做得了。要赶紧哦，已经十点嘛。你这么搞也、不然巨人要来了。跟狼牙棒。剑侠多少只啊？也不用多少只，三四十只就够了吧。反正进去可以再捡。
他可以一直回收利用。好、啊啊，那我抽人四十只。哎、欸，他死了吗？没事，输了。嗯？我被谁敲了？对起来的话，哎，不能近，这都是不能近战的。先用弓箭把他射死啊！他快，大概快死了，他已经被转了一整个晚上了。射了十刃也没什么功用啊！一起弓箭射很快就死了。我只能说那一天七个人射，每个人射280，他还没死。可以啊，对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射啊，射不到我们啊，我们一起射啊，啊就这样一直射啊，我们这样一起射他。我那个，你那个伙伴可不可以不要挡住啊？伙伴，等杀了他再把他复活吧。伙伴过来。他的血，我只能说比 boss 还多啊。哎，这个东西有六只啊。六只啊，这是第几只？这最后一只了吧？哇哦！哦，他终于 ，nice， 死了 ，nice， 走吧。哎、欸，伙伴要带下去吗？伙伴带下来，带下来，带下来，没有伙伴不好推网。我卡住了。我先把伙伴复活。挡住喽。都下来。叫你冲锋枪全能力加五、欸。全能力加五、啊。啊，那这把给你啊，我这把是爆炸强化。又不是我卡住的，踢我干嘛呀？不是、啊，我是在踢你前面那一个。那个是伙伴，两个皮套。你都拿去玩吗？是吧？还假装吗？丢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可以打我。金色装备给你吧。那个金色是我刚丢的呗。啊、哦，哭啊！被我的伙伴捡走了，好扯啊！我操嘞！切千词错密，鸡排有没有食物啊？完啦，大凯发飙啦！李大凯都切千词。走，继续杀他，继续杀他。你有盖新的床吗？我只有一个没熟的鸟蛋，你要不要吃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他在这边有。大凯也是僵尸啊！有人在休息。起床了，妮子。我在播，不是，刚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刚刚做啥，我不是没有确定哦。闭着眼睛做的。我快进来啊！来了。Happy。哎、欸，我要用那个炸药桶炸他，走开！走开！听见？炸到了！烧起来！有哎、欸！他怎么在瞬移呀？哎，他有点累。要不要再戳爆那个？再戳爆一下吧，受不了，人体引爆！你直接人体引爆了。Mary， 提成哦。I might have to eat grass at this rate。他身上好多好。他身上应该很多箭矢啊！我半血了！啊，我怎么也大凯了？你还笑？你也大凯了？紫虎，哇！大凯看起来好卡，为什么？他僵尸啊！中箭，确实。哎呦，谁打他一下这么痛啊？感觉有个哎、欸，可以暴打，可以暴打，哎、欸，暴锤他，打他头，暴锤他。
我被锤死了、啊。他有时候被打一打会被晕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带燃烧哎、欸，好爽啊、哦！那个豪猪。对，我要杀了。弟弟。怎么会呢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我很准。鸡排需要食物啊！你有解任务的吗，鸡排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解任务啊！我现在没食物啊！刚刚都在顾当那个典狱长顾那个啊，顾僵尸啊，目前没有食物啦。等一下再去帮你猎几只鸟啊。那你伙伴记得带过来打、欸，这样你伙伴是不是没装备打他、啊？我没有伙伴啊，伙伴已经放生了。啊？你把伙伴放生了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记得打死他的时候，大家要活着呢、欸。打这个真的是比打双头的快多了。为什么双头的可以设计的那么强啊？要活着才有任务啊，活着才能盖店啊，至少丁义要活着啊。哎、欸，丁义你是拿那个毛在戳他是不是啊？拿标枪啊？我拿拳头，标枪是四种吧？拳头？哎、欸，我纸虎。不是你拿远程的，你不能死、啊。哎、欸，大绝，快跑！哦，他这个椅子真的好强哦。他的椅子充满了 power。丢完了，丢完了，那就上去揍他。谢谢晚安，我有狼牙棒，我丢地上。没事，我还有那个拳套可以。这边有狼牙棒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输了。啊！我现在开始原地挂机。好，先别杀啦。完了，这会打到我吗？拜托，哎呦，还有，还好，这个椅子真的很有 power。我来了，出发。再来，我死了。可以再打一点吗？这样。嗯，你们可以再打他一点。偷射我！我刚刚确实是发现自己头上中了一箭了。好，大家躲好，用远程杀他，近战的退开吧。哎，他还血还差一点呢。可是这个我们再射几下就死了。有人死了。谁死啊？没有，把他打死。好，可以，就留这样吧，别再打了。谁死啊？好，等大凯回来，我们躲一下。我没有解那个任务哦、啊，你们可以杀、啊、我没有解。我们直接杀他。我没有解任务，所以我其实还好。我也没解任务，我也还好。那就打吧。哎、欸，就是哎、欸，不行，别！我死了。等好白痴回来就可以杀他了。因为我没有捡到那个医，我还在医院，所以我没有那个任务。什么？你还在医院？你那天没去医院啊？我以为你有去、欸。没有啊，这没有啊。啊！我要你不能解任务，改用剪刀哦。没有，那时候老板说什么都别。别搞，就弄，所以物质啊！来，我来了，来，杀他！有嘞，掉地中哎！好啊，丁一拳收了。红色的衣服，给我！啊，远程武器加28%伤害。好，我要丢地上了，前置剑。我看一下，那你拿点枪去用啊。前置剑。哎，丁义，赶快开始弄电了，不然晚上就北湖啊！哦，开始研究电吗？对啊，赶快，今天全部都得接上电了。没问题啊。我司机要用电吗？我用忘了。什么东西啊 ？However,
We've discovered an important 所有的陷阱都得上电。It lists places where Victor shared secrets with his allies. 我看看。And the last place noted is a theater. We need to follow Lieutenant Colonel Victor. 然后我把地板，我先，我也去拿那个扳手，扳手的书。哎、欸，靠腰嘞！我的任务好像也没接到。啊，你也没接到，进来。我要去避难所。没事，中校，我们这里还会待一阵子，因为巨人要来了，我们今晚是不可能搬家的。准备刷第二张卡吧。多盖一个地板。哎、欸，鸡排你，我先帮你刷卡。然后在干嘛？就是宗教还得打，要有那个4%刀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大概你还在里面呢、啊？现在 还可以再刷一次，是不是？宗教是无限刷的、啊。另外一个人多捡几本，那个书是可以捡好几本的吗？无限刷可以刷装哦，所以是过一段时间之后、欸，他们就又会出來。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副本，我已经把它重新开启了。大概你把里面的僵尸引出来吧，我跟丁义去搞电了。哦，搞电，电，搞电，搞电。就是地上再捡起来可以搞八本，不是啊？我们有这个科技的人，只有我跟丁义还有狮子丸了、啊。没错，我拿到。好痛啊！反正我只要把扳手做出来给他们就好了。扳手做出来，这边的电线杆拆一拆。丁义是早就有高分子化学了吗？我已经有了。我刚才去拿。而且今天的巨人好像是两只。哦，应该是两只。我先做发电的、啊，肯定啊，你一定要先从发电开始、啊。地板我来敲啊，地板我敲成铁的、啊，你专心搞发电了、啊。脚踏车嘛，简单粗暴。脚踏车加蓄电池啊，两台脚踏车就两台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以弄两台啊。升级成铁的应该是没有被拆那么快。有人在偷杀队友是不是？你在偷放闪吧？我刚刚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凯怎么样？那边有正常运作哦，听到枪声了。尽量。脚踏车是不是要盖在不是无敌地方的？没错。看你要不要再突出去一格盖吧。那我会，哦 ，OK 啊。盖远一点吧。我可以踩脚踏车。你不用担心，还没到那个环节啊！你别太急，阿强会踩脚踏车。挖点资源，你去挖点资源。OK。兔子戳我哎！大凯明天要播报，大凯明天是电播报，下午的。
下午的 PCS 没问题啊，还是大概你要先修了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电搞好差不多了。嗯、啊，你盖这一区干嘛？我脚踏车。是，反正我已经在睡了，也还好。不是啊，丁义，脚踏车盖这里啊，你盖那边脚踏车，这样很容易，这一块爆了就全爆了呢。啊，你盖大囧接的，阿爸，你让我盖哪里？就是那个箱子在后面啊。箱子在后面，好啊。我把这边拆了。箱子在后面，这样不算，这个不算障碍物吗？不算啊。那个可以调位置啊。好，那。军事机地要收，我之前有收过一轮了呢。嗯，军事基地里面会有一些钱啊什么的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再收啊。今晚投石机哦，有需要再把它盖回来啊。先把资源全部用在电上面了。要打巨人，应该奴车可能比投石机好一点。嗯，做扳手。哦，研究出工程师。火焰喷射器啊，还是丁义，你可以先做扳手给我，我可以去挖电线杆。可以啊，先一人发一个扳手吧。别挖这个。我，你从上面丢下来给我，我不想再爬上去了。鸡排啊，我还能从上面丢给你吗？放丢下去，扳手，扳手，鸡排，扳手来喽！下不去啊！来了，给我。你要再站边边一点。我丢这里了。可以，你就到处拆吧。掉下来。有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一直看你掉下来，但是东西没？你捡到了吗？有啊。我上去。是吗？我看东西慢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慢慢掉下来了，有了。谢谢。嗯，我捡到吗？多丢两个，你看你们谁要，我就丢在这里。有啊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。钢板挖车子跟电线杆嘛 ，OK， 这个我老会。目标前面一台车，开拆。没错，拆车，疯狂偷车。我拿的木头呢？又跑去哪里了？身上的东西真的是好多啊！你说去医院？医院现在那边有还会有怪吗？医院那边的怪当然是一直都不会少啊。哦，好吧。远一点的吧，近一点的给他们拆。开始搞一堆铁板，全面升级铁器时代。没问题，是的，老板。你可以让阿强准备踩脚踏车吗？我准备让阿强去踩脚踏车啦，早就准备就绪了。他生来就是为了这一刻。
你已经可以让他踩了。我、哦、已经弄好了。嗯啊。开始缺铁了，等那些外出拆东西的人回来吧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东西都升级一下。铁地板。为什么升级地板的时候地板消失啊？电线杆。你挖错东西了。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互动不了？为什么电线杆拆不了？因为我现在也卡了、欸。现在可能有一点卡，我去操控一下阿强。坏舅舅阿强啊！完全卡住了。卡住了。强。完了，刚刚有存档吗？我跳出来了。完了。拜托，要存档。拜托，阿强，完蛋了。阿强。阿强没断啊！阿强没断啊！阿强只有我刚从冷冻仓出来吗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存档啊？他一定有不用存档的、哦，不用担心了。姐姐没办法打打打。这次如果又要从冷冻仓啊，大家一起从冷冻仓啊，我不要再一个人从冷冻仓出来了，全部人一起跟我从冷冻仓出来，不能只有我痛苦啊！我已经从冷冻仓出来，青春这次我又搞四次了、欸。阿强啊！放心啦、啊，阿强有自动存档功能了、啊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。有了，动起来了。啊！我直接被踢出去了。应该是因为你只断线了，所以伺服器有点卡。哎、欸，名字是5566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密码也是5566。进来一次，我们会再稍微的卡一下下。卡互动，哦，生气啊！拍谁？我进去一下。还是卡的、啊，阿、啊、Z，、嗯、我关心一下阿强啊。就是啊，趁现在时间暂停，我们能盖的赶快盖啊！你要盖什么东西？我们怎么盖东西？我做不了材料呢。我没办法放材料啊！我要把我挖到东西放进仓库啊！我趁现在偷休。我好，那我先数几台断头台，我先全身断头台，五台够吗？什么全身断头台？对啊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总共六台。然后，好，先全身断头台吧，六台断头台。好，六台断头。完了，我跳出来了，完蛋了。完了，我也啊！你一定要存的。忘记你的存 ，OK， 有存档，不用担心，明日再战。阿强可能，阿强累了，阿强可能出意外了。你确定你有存的东西？你确定你有存档吗？放心吧，阿强绝对100%有自动存档啊。我如果明天从冷冻上出来，我就挂。你就怎么样？我就崩了。绝对不可能！真的不可能吗？没错啊，今天玩得很开心。今天玩得很开心。我们成功的打倒了他们。英九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接电速度跟你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的。我是在思潮之中接电，你是不是一个档次的、啊。我是弱者，我是真正的接电大师。我是那种台风天还在工作的那种中华电信员工啊，你那只是平常在那边接接电而已、啊。没有，我很能操作的。我们那个完全工作难度就不是一个档次的、啊。那就那个思潮一来，我就开始接超级多、超级多思潮。伺服器，我等等今天晚上来研究怎么把阿强整个变伺服器啊。
买一个伺服器没有用啊，其实有一个那个 CMD 的免费的 啊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啊，我等你去看他怎么把我的阿强变成那个啊，变成伺服器啊，要研究，要研究，没错，要研究，你也帮忙研究一下。你说我吗？你说把阿强变成伺服器这个地方，我研究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24小时 NOTD 的意思吗？嗯，理论上可以，只要你跟阿强可以啊，其他人不行。NOTD， 哎 ，NOTD server。没有啊，你看这个这边有一个啊，一个 Lion 洛洛有教学啊，就在这个频道里。OK， 明白。明白吧？好啦，啊、我先休啦，各位再见。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开心啊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我跟丁丁去刷妆了，有了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鲁咪，你有没有玩这一款啊？枪战你行不行啊？什么样的枪战？就是有点像 PUBG 那样的。我，你枪法行的吗？其实啊，这也很难。我很顶啊，我枪法顶顶的，来吧，什么样的枪战？玩死 Human 工会战。